早在10000多年前，人们就发现粘土加水混合以后可以做成各种形状的器物，再经过高温烧制就能变得十分坚固，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陶瓷。地球上的古代人真可怜，这些用泥巴做成的器皿轻轻一摔就碎了。就是嘛，现在的高分子纳米材料做出来的东西又漂亮又结实。你们可不要小看陶瓷哦，这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真的，我2岁就会用橡皮泥做碗和杯子了，我简直是个天才。老师，您还是给我们讲讲人工智能吧。是的，我们想知道最先进的科技。可这也是人类文明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呢。兰兰，你看这个是不是跟我很像？要我说，更像是只母鸡。陶器做成这样也太粗糙了。什么母鸡啊，明明就是我们恐龙。没错，这就是恐龙。我们恐龙家族早在几千年前就受到人类膜拜。哈小龙，赶紧把这件陶器藏起来，我们要搜集证据，以后好复兴伟大的恐龙王国。爸爸，您不是经常跟我们讲对于科技要向前看吗？公孙老师，你带我们去看看昨天设计的新机器人吧。那走吧。兰兰，兰兰，哈小龙呢？这家伙又跑哪儿去了？哈小龙，你在干嘛？这是我们恐龙文明的见证，我要把它拿回去。哈小龙，你给我放下！这属于地球，你可别乱动。完了，这下闯祸了，又要被哈大龙骂了。要不我们还是先把它修补好，然后再跟公孙老师认错吧。看来也只能这样了。可是这陶器要怎么才能修复呢？我来想想办法。有了，我可以变成陶艺师，一定能用技能让它恢复原来的模样。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做呢？这个陶器至今有7000年，它是由泥巴做成，经过高温烧制而成。那还不简单，泥巴到处都是。但是作为一名陶艺师，我必须告诉你们，不是所有的泥巴都能做成陶器的。这些都是普通的泥土，我们必须找到粘土才行。粘土和这些泥土有什么区别呢？粘土是一种有粘性的土壤，含有叫做硅铝酸盐的矿物质，有非常好的可塑性，可以做成各种形状，高温烧制后也不会开裂。可是一时半会儿我们去哪里找粘土啊？而且还是几千年前的。我有个办法。没人陪我玩，还不如我们的祖先到处都有同伴。你总算醒悟了，他们我们本来就不是一条道上的。我来告诉你怎么回到我们的恐龙时代。哈哈，你看我们的时光制陶机，不但可以捣碎泥土拉胚做造型，还可以烧窑自动上釉。更厉害的是，只要把这片古老的碎片放在转盘上，然后把时间设定在7000，我们就能得到7000年前的粘土。这台机器简直是太完美了。好了，现在开始。慢。我忘了关键的一步了。好，开始启动。已回到7000年前。现在我们只要用这些原装粘土，就能做出一模一样的陶器。严格来说，它还是同一件文物。两位发明家，
说好的粘土在哪里呀？奇怪，是哪里出了问题？我的操作没有错啊！回到七千年前的不是淘气，而是我们。喂，有人吗？太好了，哈小龙，干得不错，这才是我们的恐龙帝国。那是。赶快在周围找找，找到我们的同类，壮大我们的恐龙家族。好嘞，小事一桩。我还是先回去吧，这里没有同类。奇怪，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根据设定，请制作锁匙陶器，本机将在一小时后停止工作。天哪，也就是我们回不去了，我们要永远留在这里。这里还是蛮好玩的呀。那我们赶紧开始吧，兰兰、哈小龙、我们分头行动，遵命。那好吧。经过我最科学的检测，这是最纯的陶土。好嘞，我们赶快制模。哈小龙，你别乱动。我想上厕所。当然可以。好了，兰兰，我们可以开始烧制了。请选择烧制温度。温度高可以烧得快一点吧。哈大龙，这里还是什么都没有。可是你让我在机器上动手脚的呀，找不到恐龙你可别怪我。兰兰，我们还有30分钟哦，马上就好了。任务失败，任务失败，请重新烧制。哦，怎么回事？哈哈，我们没做错啊。糟糕，机器要求我们做的是陶器，但是现在烧出来的是瓷器。陶和瓷难道不是一样的吗？虽然我们总说陶瓷陶瓷，但陶和瓷其实是不一样的。陶器用的是普通粘土，颜色有白黄红紫，而瓷器用的是更加细腻洁白的高岭土。哦，原来陶和瓷用的是不同的泥土啊。好吧，那我们赶快重新做一个。哈小龙怎么还不回来？我三天没洗澡，别吃我呀。哎呦，距离截止时间还有最后10分钟。哈哈，时间快到了，我们来不及做成恐龙陶罐了，怎么办？看来我们要永远留在这里了。救命呀！恐龙！现在看起来是不像母鸡，真有点像小恐龙了。看我的！哎呦！请选择烧制温度。不对，兰兰，这是烧制陶器的温度，我们应该选900度。好。任务完成，任务完成。我们回来了。总算回来了，打死我也不去恐龙时代了。喂，你们三个怎么还不来听课啊？那个，爸爸，哈小龙有话跟你说。啊？对不起，爸爸，我把恐龙陶罐打碎了。对不起，爸爸，哈小龙他真的不是故意的，我们一定会想办法弥补的。你们在说什么呀？陶罐不是还好好的吗？哎，奇怪，旁边怎么还多了一个白瓷罐？我记得原来好像没有啊。各位请看，这是我们新发明的智能陶瓷机。
你们怎么对这个又笨又丑的怪东西感兴趣了？但是它能泥巴进去，漂亮的陶瓷出来，根本没你想象的那么简单。会长合适的粘土吗？会调整水的温度吗？知道中文为什么叫 China 吗？ China 是中国的意思，又有陶瓷的意思，意思是中国就是陶瓷的故乡。我们今天看到的陶瓷，它有着非同凡响的经历。我才不要那个经历。各位，欢迎来试试我们发明的智能陶瓷机。太好玩了。这个有点意思，我也来玩玩。妈呀，救命啊，地球一点也不好玩，我要回别的星。雪景真漂亮啊。我们比邻星有三个太阳，所以没有冬天。太棒了，比邻星可从来不下雪，下雪都好玩啊。我要出去玩。大小龙，你怎么了？我好像被电了一下。哈哈，把勺子递给我一下。我好像也被电了一下，这到底是什么呀？哇哦，是爸爸送我的礼物，我的礼物。太高兴了。反正没我的份儿。讨厌，为什么小球球缠着我不放啊？这是因为静电呢，冬天经常会遇到。静电是什么东西啊？我讨厌静电，我不要他们跟着我。这样吧，只要我变成物理学家，就一定有办法。看我的。赶快帮我赶走这些小球球。这个简单，那是因为你身上有静电荷，当你碰到金属导体的时候瞬间导电，你就会被电到。那这些小球球是怎么回事啊？这个原理也一样，它们受到你身上的静电电场感应，产生了正负电荷相吸，然后就会盯着你不放。所以只要想办法把你身上积累的电荷消除，你就不会被电到，也不会招来泡沫塑料了。那怎么办？那就要消除电荷。我知道要怎么做了。噔噔！哇，这是什么？这是我发明的消除静电枪，物理学家哈哈，请把宝石给我。好嘞。好，首先把枪对准要消除静电的目标。从瞄准镜里可以看到哈小龙身上带的是正电电荷，那我就把这个开关拨到负号，然后开火。刚才发生了什么？来试试看。我可不敢。勇敢点儿，哈小龙。
不疼啦！刚才我朝你发射了一团带着负电电荷的气流，中和了你身上的正电电荷，所以你身上就没有静电啦。原来是这样。兰兰，你可真行。那当然，阿小龙给你玩玩。真是个好东西呀、啊。静电真讨厌、啊、看我的、啊、小龙你要干嘛、好神奇谢谢你小龙不客气能不能请你帮个忙没问题说吧你能不能花点心思在征服地球的正事上这个嘛现在太冷了等暖和一点再说吧别找借口了这把静电枪不就能用来征服地球吗这是用来消除静电的怎么用来征服地球啊如果把它的功能反一反不就能给大家制造麻烦了吗反一反对让本来没有静电的东西都给它带上静电这样的话地球将陷入一片混乱太完美了听不懂不过好像很好玩的样子交给我吧我都佩服我自己简直太聪明了我上班去了现在叫做静电枪我大了原来这一切都是你搞的鬼快把枪还给我把枪还给我你有本事来拿呀为什么我抓不到你我知道了现在你们俩身上带的都是正电荷就像两块磁铁的正极会相互排斥你一靠近它它就会被电磁场推走让我来有了冬天容易产生静电是因为空气干燥那只要加水就行我来做一把加湿枪就能消除静电了好主意
大小龙，我来陪你玩。好啊好啊，真好玩。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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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吸尘器的功能反一反，然后把家里的空气加湿器装了上去，做成了这把加湿枪。我劝你还是趁早投降吧。交枪不杀，优待俘虏。好冷好冷，地球上的冬天一点都不好玩啊。好好铲雪，别偷懒哦。哼，竟敢命令我静电小魔王。嗯，现在还敢说自己是静电小魔王？不敢不敢，我现在是铲雪小龙王。